于被担在刀锋上，前后左右都不能走。现在胡一刀拿出了他的脱困神器，我们拭目以待，看他的脱困神器是怎么样脱困的。现在安装脱困神器，用13秒钟，右边的安好了，现在安左边的。左边的脱困神器，安装脱困神器，用13秒钟。现在准备上车，试试脱困神器的神奇，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。脱困神器，哇！啪啪啪！脱困神器真的能脱困哎！